今天晚上用竹笋煮一道美食，这是我们从山上搬的竹笋，现在开做两个品种的竹笋，把这个皮剥了。这个竹笋全部已经切开了，现在开始做。下锅了，这个血直接煮了，让它慢慢的煮。 把这个竹笋放进去，现在我们开始做了，放点盐，放点味精，把它弄结了，放点辣椒进去，再把它踩一下，拌一下。 这是我家新出的小鸡宝宝，太可爱了，马上开吃，特别下饭，特别下饭，走。